看到章鱼哥，继续你的有氧健走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走过去，章鱼哥假装没看到。海绵宝宝，就算我受困在大水井的底部三年出不去，什么都没得吃，只有美味蟹堡，我也会先吃自己的脚。反正我的脚多的是，可是吃了很好。啊，你好什么？吃了它只会让你心脏病发作。不，章鱼哥，我是说，对你的灵魂很好。哦，帮帮忙，我又没有灵魂。啊，现在你有很大的空间。啊哈，他们来过这里。我深有同感。那个小子，不要把有机海黄瓜放在我最爱的野生海葵上面。哎呀，幸好我的花还是很美丽呀。啊！啊！啾！海绵宝宝，请你自己去买一束花来闻好吗？那白担心的，还要自己去买束花闻吗？你不用为那个呆瓜担心，他根本连鼻子都没有。开了，海绵宝宝，我只要一看到你就好想哭啊。我不是来给你看的，章鱼哥。什么？不，不可能的事情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什么事啊？这是哪里？我迷路了，我们出不去了。我被困在荒野之外，和海绵宝宝、派大星在一起。啊，为什么我的命运会这么的悲惨，又这么的可怜呢？为什么？哦，开心点吧，章鱼哥，有可能更惨的。对哦，你有可能秃头，又有个大鼻子。好了，我死定了。